周长江这家伙，够吗？你还想喝多少？微醺就行了。哎，你藏着点儿，别人老爸看见了。往哪儿藏？啊！我让你买小瓶，你不听我的。 长江，来来来，老婆辛苦了啊！哎，来吃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你忍不住了。你这位朋友也真是的啊！既然都来到家门口了，你就直接进来嘛。你还在门口换衣服，你在那里，你就会让人家误会。 以为在搞什么变态的事情，想说什么呀？人家是客人。啊，你别介意啊。这个丫头你还记得吗？就在机场牛耳朵那个。嗯。啊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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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见过。 见过，见过，啊，你们认识？认识，你们认识啊？嗯，认识呢。啊，哎，向荣啊，你怎么跟那个长江那么熟啊？那说来就话长了。我发现了长江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的。 致命魅力，有什么魅力啊？首先，出场的方式就与众不同。